因为我当过去成白不成啊。到新站一看，站个新天喜第一家人家就是，哎呦，个车子哈旧呀！那晓得成都的人才晓得，开个帮屋里窗会得响啊！一看不到就坐嘛。那个位置老奇怪，右面一排是两只头位置，左面一排是三只头位置。三只头位置隔得老近啊，皮质又不大好，坐在高头撑不撑个，嘣，吃得弹簧屁股，就是到人家身上想去。那如果叫什么位置啊，蛮讨厌。那像我搿能介身高对伐，基本上头已经顶到天花板。侬再上来话就往水面来了，要对对身，对对对身，到天窗到了，升不起。升出去不起来，不过你升出新海去，那边是个摩托车了。那要讲高头两个阿姨，买票的阿姨啊，本事老大，不帮侬哪能介摇，哪能介晃，伊照样走时尚舞。你叫三番上司吧，我的娘！拿票子开起来，票子买起来，我们交通卡都拉起来呀！噶，实际上啦，从新庄到红岩，距离不是老远的。比方讲，我现在那个地方是新庄啊，我同驾驶个人就是红岩，我直接开过去，五步路就到了。你不是跟他骗的，你哪能骗我做这样子不拿看看？哪晓得了，要帮我打节奏的了。发射的速度不要超过那心跳速度，否则我就超速了。警察拿下来2000块的，我没地方报销啊。打完节奏好啊，试试看。哎呀，走。出门迎着夕阳上车，披星戴月回寝室。回到寝室里熟练，从心底下黑出来句：“我姓夏，叫姓黑喜。”好，今朝阿拉辰光比较宝贵，接下来要演我保留节目了。整个林俊杰拉了文艺界来讲，最红的要讲一首歌跟一个人。一首歌叫《罗马》的，一个人叫周立波。作为阿拉搿种文艺积极分子来讲，就要比人家多想一步哎。搿两个物事摆辣一道好演啊！叫打仗物事，搿个《罗马》的会得是啥样子的？现在搿只话筒勿用了，用架子高头只话筒啊！大家现在好休息5秒钟。3秒钟。欧斯银赫斯上西大门口飞票子保护了一个老头子保护了小伙子甚至伍子当心请我吃麻栗子阿拉没啥事体做啊擦擦牙膏不白相相嘛前腔伊拉讲楼道下有得那个卖黄豆个小姑娘黄豆个卖黄豆个小姑娘一只裤脚红得来臭要死，搿帮老句噻嘛，阿拉会得弄嘛，弄拨㑚看看嘛。I want nobody, nobody but you. Nobody, nobody, 白哪里死？侬把我画胖了，画水了，画肿了，画米了，白都帮帮忙。